情的欢迎你来到瑜伽世界，那条最历经年代考验、最为人们所知的一条通往身心健康的道路。正因为瑜伽对我们身体内部系统所产生的成效，瑜伽已被公认为最佳的一种运动形式。瑜伽中的弯、伸、扭、推、挤等动作，促使的内服五脏沐浴在活气与精血之中。瑜伽舒缓以及柔和了体内神经，并调理那负责释放荷尔蒙的内分泌系统。瑜伽能促进消化与排泄，并增强呼吸系统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忧虑乃现代社会中的瘟疫，而瑜伽对消除忧虑成效极佳。各位亲爱的朋友 Namaste， 我很高兴你选择练瑜伽来强健体格。在当代，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远远超过东方世界对西方的影响。然其中一项东方最伟大的珍宝瑜伽却为重要的例外之一。西方人士对瑜伽如此全心全意的热爱与投注，使得瑜伽逐渐地成为他们文化的一部分。西方人现在发现到东方人很多世纪以来早已认识的事实，就是瑜伽运动属于最安全、最富效果的健身操之一。当然，瑜伽不仅仅只是体格上的培养，它是一套完整的体系，包有了身体姿势、个人卫生、健康饮食、静坐运气、松弛技巧、调息术、修心、修意、修愈法，以及最高级的冥想修炼和自我之悟，也是瑜伽体系的一部分。在这简易方的课程中，我们的重点将着重在体格技巧方面。这套录像带给你提供呢能随时在家里练习的方便。录像带里面设计了三组个别的日常练习，你可随意把这三组交换练习。你并不需要精通的第一组才能去练第二或者第三组的。但在开始练习以前，让我先给你一些注意事项。因量力而为，适可而止，不宜过度逞强，只要在个人极限的范围边界温和地伸展肢体即可，尽个人所能却没过度而伤身，才是正确的操练法。保持空腹状态练习瑜伽，饭后需待3到4个小时方可开始。穿着要轻松、舒适、恰当，以便身体能自由活动，不受拘束。以赤脚练习为佳，站立的姿势地上一定不要滑脚，坐卧跪的姿势可在地毯或者折叠的毡子上坐。最理想是空气流通的场地，且有足够空间伸展手足肢体。用心去体会每个动作所带来的身体感受。如果你在保持某姿势时感到体力不支、身体颤抖，应急收工还原，给予时日，身体会逐渐强健有力，保持姿势的耐久性
也会有所增加。在开始这瑜伽课程以前，应仔细详阅附赠手册里的全部警告和注意事项。让我们来站立，两脚稍分开，吸气抬右臂往上伸展，呼气朝左弯腰，现在弯左膝，体会身体右侧从髋到胳肢窝的伸展增强了。吸气，慢慢的起，呼气，右臂下来，左臂上去，吸气，左臂往上伸展，呼气，向右弯，体会左腰的伸展。现在弯右膝，体会伸展感加强了，保持姿势均匀，缓慢的呼吸。腹内脏的左侧在延伸，右侧则在紧缩。好，吸气起，呼气左臂回体侧。下面两脚并拢，两臂侧平举，转动手腕，掌心朝天。肘，手指轻轻触摸肩膀，两臂在肩关节那儿向前画小圆圈，逐渐的，圆圈的幅度越来越大，直到肘尖现在碰上了。体会肩胛骨的移动，按摩了上背肌，为了确保站姿正确，尾骨可以往里塞。好，我们调过方向往后转圈，同样的，圆圈从小变大。这练习能减轻肩膀上积累起的紧张，很多时候这些紧张肌肉会形成一些像石头般硬的疙瘩，因而堵塞住气的运行，引起了头疼或者脖子僵硬。我们做这练习来防止或者减轻这问题。现在我们前后的伸展胳膊，吸气时肩关节尽量往后推，同时稍扩张胸脯，呼气时两肘尖相碰，要是肘尖不能接触没关系，尽量做就行了。好，现在肩关节上下的伸展，吸气时上，两手背在颈后相碰，呼气时肩膀尽量下降，同时稍提拔脖子。好，臂膀回正中，伸直肘关节，转动手掌朝下，两臂回体侧，下面食指在背后相接，往后延伸臂膀，右脚往前踏一步，吸气扩张胸膛，脖子往后伸展，呼气背慢慢下去，在髋关节运动。有可能的话，前额贴胫骨，
两臂往地伸展，轻柔均匀的呼吸。现在彻底的呼气，然后吸气，慢慢的起，保持背部平直。右脚收回来，这次左脚上前，吸气挺胸仰头，呼气慢慢的下去，背保持平直，放松两肩，让两肩和肩胛骨往下伸展，提拔右膝盖和使大腿肌结实。彻底的呼气，然后吸气，慢慢的起。左脚回来，分开两手。下面两脚稍比肩宽，脚尖朝前或者朝外侧都行。吸气，两臂侧平举。呼气，身体尽量向右扭，左手搭住右肩，右手背搭住左髋。清晰的呼吸，在呼气时可以进一步的增加扭转的幅度，但注意身体是从髋和腰背转动着的。好，从右侧慢慢的扭转到左侧，右臂绕着胸脯，左臂绕着腰背。注意，髋部、整个骨盆都朝同一方向扭动，而且可以稍微用力的扭动。好，从左扭到右，同样的，在呼气时增加扭动的幅度。这扭脊弓能灵活脊柱，它也按摩了腹内脏，有助于排除腹胀气。从右扭到左，注意脖子也朝同一方向扭动着。这姿势对消除髋和腰背的僵硬颇有功效。最后我们回掌中，两臂回体侧，两脚逐步的合起，闭着眼放松全身。下面两脚约合肩宽，稍弯膝，吸气臂膀往前，然后往后甩，两手轻握拳头。呼气，以髋做支点，背部弯下，两臂摆在头的两侧，脸朝下，背部尽保持平直，做腹部呼吸。在吸气时腹鼓胀，在呼气时腹内缩，整个骨盆应该积极地往后伸展，延长了腰背。好，彻底的呼气，然后吸气，慢慢的起，
呼气，两臂回体侧，闭上眼休息，放松髋关节和大腿，放松背部和肩膀。请抬右脚，跨过左脚，脚趾朝右，髋部朝左推。在身的右侧抬两手，模仿吹笛子的手势。右掌朝前，左掌朝身体，掌心和食指都要柔软。放松脸肌肉，眼睛可以注视右手，或者注视别的固定物，主要帮助身体平衡。这姿势很有镇定神经作用。现在，右脚沿着小腿滑上去，这样就加强了平衡和集中的锻炼。怕失去平衡的话，右脚离地一两寸就好，有把握时就逐渐增加高度，放松右脚，保持姿势，缓慢均匀的呼吸。这姿势能培养优美轻灵的姿态。好，右脚滑下去，脚趾头触地，放下两手，两脚并拢，我们换换体位。这次左脚跨过右脚，髋部向右推，在身前的左侧举手，轻轻拿着笛子，掌心和手指都要松柔软。体重应该在右脚上，左脚脚趾不过是轻轻触地，协助身体平衡。现在看看能否移开这支撑，把左脚抬高，左脚踝按在右胫骨上，注意身体做成了三个弯，左膝朝左弯，右胯朝右弯，腰的左侧则往里弯。好，脚趾回到地上，放下两手，两脚并拢，闭上眼，放松整个身体，放松脸肌肉。请坐下，两腿向前伸直，食指相交，臂膀前平举，身躯往前倾，然后顺时针方向的转动，想象你正在磨豆子，以髋部做支点，动作的幅度要到极点，也就是在没有干扰腿位置或者降落手臂的范围内，躯干尽可能的往前、右、后、左的倾过去。现在我们改做逆时针方向，试试把动作配合着呼吸，吸气时往后倾，呼气时往前倾，左右边臀部都保持触地，只是向右倾时体重移到右臀，而向左倾时体重则移到左臀上。
着练习按摩了腹肌和内脏，也强壮腰背和滋补肾脏。好，躯干回正中，松开两手。下面我们稍微两膝，左脚跟挪进左臀部，拿住脚踝，举起右脚掌，拿住脚的外侧，现在向上延伸右腿，挺直右膝，背往上挺，稍后倾，抬起了左脚，以臀部平衡了身体，做均匀缓慢的呼吸。为了好好的掌握住平衡，背部要往上提，胸脯同时扩张，好嘞，身体稍向前倾，左脚贴地，弯右膝，脚回地上。现在我们换腿位置，右脚跟接近臀部，往上举左腿，体会腘绳腱的伸展。身体稍后倾，抬起右脚，注意一定要保持背部平直，并且往上提。要是觉得腿后伸展太强烈，左手可以换个位置，拿住脚踝或者腿肚子，你甚至可以稍弯膝。关键在于你不断去试图伸直膝关节，以致能保持腿后的伸展感。好，右脚下去，弯左膝，左脚也下去，伸直两腿。我们做下一个动作，在舒适的范围内，两腿大大的分开。两臂侧平举，上身朝左扭，右手指触左脚趾，脖子也向左扭，左臂往后和往上延伸，接着朝右扭转。注意扭转动作的转轴在腰和髋部，连续的从一侧扭转到另一侧，脖子也随着同一方向扭转着，好让你看到举高的手指。你可以延长保持姿势的时间，轻柔的呼吸。要是你觉得扭转的幅度太大，不妨试试把两腿的距离收窄一点，或者你甚至可以两腿并拢，腰板坐正的扭动，手扶着反方的大腿，后面的手和肩高，在这一边也挺久一点，细柔的呼吸。好嘞，回到正中，挺直腰板，放下两臂，两腿并拢，闭上眼，松全身，体会腰板和骨盆部位的循环增加了，体会有一股舒畅的温暖感，有一股针刺般的能量振奋了全身。下面把两手放在臀部旁稍后一点，手指朝外，上身后倾，抬膝，
让脚底平贴地面，两手下推，抬起臀部，直到躯干和大腿形成一直线，慢慢的往后延伸脖子，让头下坠，正常的呼吸。为了保持强固的姿势，又为了避免身体做成的横线会下垂，我们可以紧紧的朝内收缩臀肌，骨盆同时往上稍提拔。好，轻轻的抬头，把臀部放下，伸直两腿坐起。现在右脚跨左腿，脚底贴地，紧贴左小腿外侧，左肘或者上臂的外侧抵住右膝的外侧，前臂往下伸，拿住左膝或者胫骨。现在吸气，右臂往上刀后的转动，手掌放在臀后，手指朝后，慢慢的呼气，同时向右扭躯干。扭动到极点就保持姿势，轻柔的呼吸。在每次呼气时稍增加扭挤的幅度，还有左臂用力的压撑膝盖，会有助于进一步的扭转。好，躯干慢慢的回正中，我们来调换左右边的体位，轮到右腿伸直，左脚跨过右腿，右肘或者双臂抵住左膝的外侧，然后伸直右肘，拿住右腿。吸气，左臂往前和往后的延伸，手在臀后扶地，手指朝后，慢慢的呼气，同时向左扭过去，注意扭转的动作是由腹、腰和髋带领的，脖子和躯干的其他部位也随着同一方向扭着。右臂用力的抵压住左膝，有助于增加扭的幅度。好，慢慢的回正中，松开腿和臂，回原位，闭眼休息，松大腿和髋关节，松背部，松腹肌和肋间肌。好，我们来俯卧，下巴轻轻的触地，弯右肘，手放在右肩前，手指朝前，屈左膝，左手拿住脚面，边吸气边小心的抬左腿和上身，仰头，轻柔的呼吸，右手协助支撑身体往下摁，但也要同时尽可能的使用腰背肌肉力量协助撑起躯干。下来以前先深深的吸气，然后慢慢的呼气，放下腹、胸、肩和头，
左腿也回到地上，我们来交换左右边的体位。右臂在体侧，左手放在肩前，弯起右小腿，右手拿稳脚面，彻底的呼气，边吸气边慢慢的抬，尽量使用腰背肌的力量，轻柔的呼吸，右脚往后和往上的推送，能强化姿势。好，慢慢而有控制的下去。放开脚，伸直腿，选一个自己舒服的姿势，闭眼休息，放松刚才伸展过和紧缩过的肌肉，体会这些部位都充溢着新的循环。好，我们翻转身，仰卧，弯起两膝，脚底平放地上，两脚两膝稍分开，吸气抬头和肩膀，两臂也抬到和肩同高，呼气下去，吸气抬头肩和臂，呼气下，继续这样的吸上呼下，使呼吸配合动作。要有健康和灵活的腰背，腹肌就最好是结实有力。这练习是强壮腹肌的初级锻炼。现在伸直两腿休息一会儿，头从一侧转动到另一侧，头转到右侧时，体会脖子后左侧的肌肉伸展，头转到左侧时，就体会脖子后右侧的伸展，放松颌关节，牙齿别咬紧。这简单的练习疏通脖子上的堵塞经络，有助于消除紧张性头疼。下一个练习最好把呼吸配合动作，吸气弯右腿，彻底的呼气，两手相交抱着右膝，屏气不吸，抬头和肩，下巴出吸，吸气肩和头回地上，呼气松开两手，伸直膝盖，吸气弯左腿，彻底呼气，两手抱着左膝朝胸脯压去，边屏气边抬头，边吸气边有控制的放下肩和头，边呼气边松手，腿回地上，吸气抬双腿，呼气两腿抱着两膝并往下压，屏气不吸，抬头和肩，下巴出吸，吸气头下去，呼气伸直两臂两腿，这就做完了一回合，咱们再来两回，吸气
起右腿，呼气，右腿挤压胸腹，左腿尽量不翘起，屏气不吸。要是下巴没法出吸，那尽量接近就好了。吸气，肩先出地，接着是头。我们的每一步动作都要慢而有控制，并且搭配着缓慢、深长和彻底的呼吸。但屏气方面，则按个人舒服范围以内为准，千万别勉强。你的屏气量可能比我较短或者较长，你要有所体验。这练习调理和改善了消化系统，还能有效地排除腐浊气，借两腿帮助挤压腹胸。吸气，头下去，呼气，两臂两腿回地上。我们来最后一回，吸气，弯有吸，呼气，挤压腹腔，肺部空气嗲掉。屏气，别勉强下巴接触膝盖。吸气下，呼气，松开腿，掌心朝上。吸气，左腿上，肺里空气嗲掉，同时挤压。屏气，体会上背、颈后和肘髋的伸展。吸气下，呼气，腿和臂回到地上。吸气，抬双腿，呼气，两腿挤压腹胸，肺部嗲掉之后就屏气抬下巴。吸气下去，好，伸直双腿，闭上眼，放松尾骨。放松腰椎，放松腰背肌肉。放松全身的肌肉和关节。体会全身气血柔顺，柔顺的气血滋润了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好，请轻轻地坐起，和我一起来修炼瑜伽语音冥想。现在注意你的呼吸，眼睛微微张开，相当深长的呼吸，但别勉强。每次吸气，心里对自己说，我自觉到自己正在吸气。每次呼气，对自己说，我自觉到自己正在呼气。继续观察着自己的吐纳，感到活力和精力随着每个吸气进入的体内，感到紧张和压力随着每次的呼气而烟消云散呢。现在我们来做瑜伽语意冥想，先深吸气，接着呼气时大声的诵念Om Hari Om。 再吸气，呼气念 Om Hari Om。 吸气，
孤寂。